厂平均一天生产200万颗气球，生产线全开更可以达到300万个。不过8年前，尤善博有了个新目标。我今天会做公安工厂是被激怒了啦。客人讲说，哎，听说是全台湾没有人在做，全部都是进口的，气死我了！我再进来就看看，让你吓一吓。现在养生来讲，我们是蛮坚持的，这个食材是都是一定要当天现做现蒸，千万不要买外面坊间的。虽然号称也是一些天然的食材，但是它已经做成罐头了。做成真空包装了，其实那种食材我们也不会用。几乎是有问必答的告诉大家种花诀窍，这就是赖文科恩想盖花园的使命感了。因为大家喜欢，我喜欢每一个人家里种很漂亮花，而在我们社会就漂亮，人心就干净的。哎，对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7点，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。